你第二个表情包是什么？马上就中秋节了，来几盒月饼吃吃吧。但是你要说出几句带月歌词就能吃几口。这还难倒我？别急，还有要求呢。来吧，二选一，选一个。这个吧。哇塞，这是发霉的月饼吗？说出带月的歌词儿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不错不错，只能吃一口，还得用南方人的吃法吃。南方人吃月饼我知道，那必须得精致，还是小龙虾味的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吃。不符合你气质，下一个吧。来，继续猜你的歌词吧。我在仰望月亮之上，再接再厉，选一个。知道你想夸我唱的好听，要点脸行不？这个好像更香，就这个了。哼，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酥饼，人家叫月饼，这个用北方吃法，那就更简单了。北方人豪横就完了。这个是啥月饼？没尝出啥味儿。来来来，只要你能说出这两个都是什么味儿的，就两个都可以各吃一口。吃一口，还想吃几口？我能打开闻不？香的老美，榴莲味儿哟，真的是榴莲味儿的，这不会是臭豆腐味儿吧？螺蛳粉味儿，真是螺蛳粉。这个用胖西的吃法，各吃一口。胖西的吃法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个，我看这个你咋一口给吃了？啊！味道如何？臭香臭香的，这牙黑的。你们还能想到什么带月的歌词呢？